比较标准，它是特指男女结婚所形成的夫妻关系。这个婚姻是指存在于谁和谁之间的呀？是不是丈夫和妻子就叫做夫妻关系？它是，然后这结婚以后呢，就是说你步入这个婚姻生活当中，结婚以后，就是举行了婚礼以后，那男的称呼。女的，就是男方称呼女方，她叫做老婆。这个老婆在我们第三对夫妻里边会出现的词汇，我们就一块儿把它放在这里讲了。婚姻，老婆，老婆就是男的称呼女的为老婆。那其他的，你比如其他的男人，就是除了丈夫之外的男人。就可以称呼这个女的为老婆吗？你们觉得可以吗？不能，不能是吧？不不能可啊，以，不可不以是吧？能。你可以说是你的老婆，有，但是绝不能说老婆怎么怎么样。你可以说你的老婆，是吧？那女的称呼男的就为老公，这就是夫妻关系当中丈夫。对应的其实就是老公，妻子对应的就是老婆，是吧？看，看，我们看几个婚礼，三种不同的婚礼，是吧？有没有你们熟悉的呀？有吗？给这个中是间不有是中间的中间的，是印尼的婚礼是，形式，对吧？非常的华对，丽美丽，三个都非常的漂亮，对吧？婚礼它是个名词，可以说是举办婚礼，它是一种仪式，就是说你步入婚姻生活的一个形式，相当于举办了婚礼呢，你们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就步入了婚姻生活，对吧？还有这个结婚。结婚就是动词了，比如，就是 married，就与某某结婚，比如他和她在今年的5月份结婚了。这个词理解了吗？婚姻和老婆，还有婚礼、结婚，还有什么问题吗？那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三幅图表示的是婚礼呢？还是结婚呢？还是婚姻呢？婚礼。婚礼是吧？他们只是在举行这种仪式，也可以说是他们结婚了，他们结婚了，他们结婚了，是吧？也可以，他们正在举办婚礼。这个理解了吗？理解我们就往下了。老师可对以了，老提师。问。好。我听说过，就是我的爱人，就一样，老婆和老公，是对的吗，老师？你的爱人是老婆或老公。是一样的称呼吗？还是说哦，不一样？是一样的。你可以称呼你的老婆为你的爱，哦，不是，称呼老婆为爱人，或者是称呼老公为爱人都可以。爱人他是，泛指的，就是双方都包括了，男女双方都包括了。这个老婆是单指女方的那一块儿，老公呢，单指男方的，男的。爱人是可以称呼的，如果是男女朋友的话，就不能，是吗？哦，是。男女朋友的话，这个要看他们个人的，就是看他们的感情深与不深。这个老婆和老公现在的话，小情侣之间呢，可能也会说，就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默认为老婆和老公是结婚以后的称呼。老师，我没了吗？喂。同学们，我刚刚是不是断网了？不好意思啊，今天网络不太好稳的。定。我刚刚是哪儿断了呀？就是小情侣之间，他如果感情非常好的话，感情非常好的话，是可以，就是说私底下叫一声老公老婆，这都是无所谓的，只是说我们社会意义上说，他老婆和老公其实是要在结婚以后才叫的，这样比较更正式一些，能理解吗？能理解，老师，好谢谢。好好的，不客气。其他同学还有问题吗？没问题，我们就往下了。没有了，老师。好的，没有老师。我们看这个结婚以后呀，他不是都是很甜蜜的，对吧？不是都是一直很好的，他总会有吵架的时候，是吧？因为一些小矛盾就吵架了，甚至呢打架。那这个吵架呢，就是说双方出现，就是说意见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喜欢那个，他喜欢这个，我们意见出现了不一样。就比如说买房、装修房子时候，是吧？两个人可能会因为装修什么颜色呀、什么款式呀，意见不一样了，可能就会吵架，是吧？吵架它是用语言相互斗争，那打架呢？它还是语言吗？它已经上升了一种肢体上的行为上，吵架只是说动动嘴，那这个打架呢，可能就动手了，是吧？不提倡打架啊，同学们。看这个，你跟人吵过架吗？来，我们讨论一下。同学们有跟其他人吵过架吗？就是在生活当中。有有会吵架，是我这里，我的声音奇怪吗？就是这个音频，有回声。我刚刚听的是有回声的，现在没有了啥。好的，那同学们下这个问题。你跟国家吗？因为什么吵架啊？你在聊天里边分享一下，情绪的发泄，并不是完全不好的，可能发泄出来这种感情也就会好了，是吧？可以分享一下。可以思考一下，那我们接着往下。这个相亲相爱和相亲相爱，我不知道一个是不是提过一句呀？提到过。那这个相亲相爱一般是指的，看这两幅图。哪幅图是指的相亲相爱？哪幅图又是指的相敬如宾呢？这幅图，第一幅图指的是哪个词呀？我们上节课是提前学了这一章的，是吧？相亲相爱和相敬如宾，相亲相爱它是指人与人关系密切，感情深厚。
那是哪张图片呀？第是二第一个张还是图第二张片，呀？第二张嗯，的，第二张是吧？第二张，看他们是不是有个小宝宝呀？有个小女孩，那一家三口，就是一家人是相亲相爱的，对吧？那可以说一家人相敬如宾吗？可以，老师，为什么不可以呀？因为相敬如宾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对，是不是形容夫妻如同对待宾客一样，对吧？是夫妻的关系，所以是第一幅图是相敬如宾，第二幅图是相亲相爱，是吧？好好理解一下这两个词，不太一样。但是第一幅图可不可以用相亲相爱来形容呀？可以，老师。对。就是说夫妻之间相亲相爱也是可以的，对吧？相亲相爱，它是不是范围更大一点？相敬如宾是单指夫妻之间的，对吧？嗯，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暗暗，暗暗它其实也代表偷偷的、悄悄的，比如说，第一个。解释，就说心里边知道，我偷偷的自己知道，但是我不说出来，是不是就是内心知道，或者是感觉到这种情况，但是没有说出来，声张就是说出来，声张就是说出来，不声张呢，就是不说出来，对吧？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看，他暗暗吃了一惊，就比如说是一件事情，与他想的不一样，他非常惊讶，就是暗暗吃了一惊。他表示惊讶的这个事情有没有让别人知道呀？有没有让别人知道？就说没有他。老师，没有，没有是吧？因为没他是有老在师。暗中或，对，没有，他是在暗中或私底下不显露出来的。他暗暗是自己，对于自己是悄悄的、偷偷的，可以说，别人是不知道的。看这个第二个，暗中私下里，看，他暗暗发誓要为死去的朋友报仇。这个是不是一般出现在电影的情节里呀？暗暗发誓为死去的好朋友报仇，就是说他个报仇的这句话有没有让别人没有，没有是吧？他的计划别人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暗暗，那我们课文里边学的这个评委们暗暗投，是表示什么？赞成，赞赏。第二夫妻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因为一件事红过脸吵架，就是一直很相亲相爱。然后评委们很赞赏这种行为，对吧？就是赞赏。没有是吧？第二对夫妻其实不知道这个评委的，意思的，他们就是不知道评委是对他们是好的评价还是坏的评价，评委们只是暗暗点头，只是自己赞赏了他们，对吧？没有被他们发现，嗯，这是奥运会上，各国运动健儿们暗暗较劲，较劲就是说，要拼尽自己的全力，跟别人比拼，跟别人比赛，这个能理解吗？暗暗较劲，运动员们
暗暗较劲。蓝老师，没有老师，明白。好的，那我们这个句法，这一段里边有一个从来没为任何事吵过架，红过脸吵过架，这个从来没，从来没。同学，我刚刚网络又不太好，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今天网络换了，然后就这个网络不太好，没有以前的流畅。现在可以听到吧？可以老师，可以老师，好，这个从来没，好，那我们就接着讲，这个从来没做过任何事，从来没做过某，就是说他一直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做，从来没，就是一直没有。看，看这个，自杀是我们第一段学的词，是吧？他从来没想过自杀，是不就是一直没有自杀，也没有想过自杀，对吧？他从来没为妈妈做过家务，你们觉得这种做法提不提倡呀？提倡吗？好吗？这个做法不好，不好是吧？从来没为妈妈做过家务，长这么大了一直没有做过某事，是不是要替妈妈分担一下呀？嗯，好，我们再看第三对夫妻的这里，讲下一段了。嗯，好，我们先读一下吧。老师读吧，老师读吧。我先读一遍。好，第三对夫妻。轮到第三对夫妻了，却很长时间不见人。评委们等得有些不耐烦，就走出来看个究竟。只见第三对夫妻仍然坐在门口，男人的头靠在女人的肩膀上，睡着了。一个评委要上前喊醒那个男的，女的却伸出手指，做了个小声的动作，然后小心地从包里拿出纸笔，用左手歪歪扭扭写下一行字，递给评委，而她的右肩一直让丈夫的脑袋靠着。评委们看那纸条上面写着，别出声，他昨晚没睡好。一个评委提起笔在后面续写了一句话，但是女士，我们得听你们夫妻俩的叙述啊。女人又写，那我们就不参加了。大家很吃惊，这个女人为了不影响丈夫睡觉，居然放弃这次机会。但评委们还是决定先不催他们，而是在等待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儿，男人醒了，评委们问他怎么那么累，男人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家住一楼，蚊子多，昨晚半夜我被蚊子叮醒了，我怕我老婆再被吵醒，所以后半夜就在为她赶蚊子。大家私底下有听班长发给你们的录音吗？课文录音可以提前听一下，提高自己的听力水平，是吧？人家录音是要比我读好一点的，可以多听听录音。嗯，好，来，我们听了老师刚才读的一些字，我们词汇，我们可以一会儿再学。然后这个音，
音怎么读？大家都会吗？都可以读吗？如果可以读的话，就读一遍，可以吗？可以，可以。嗯，可以是吧？来。以后大家考虑问题，我们休息10分钟，在10分钟里边，大家休息的同时可以考虑问题，然后我们一会儿回答。好，现在开始休息，休息一下吧，休息10分钟，55上课。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在休息的时候。
好的，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都在吗？在。在是吧？在老师。嗯，在啊。在老师。嗯，好的好的。在，我们就继续来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根据课文内容，根据这一段的内容，思考一下，看女人为什么不让叫醒男人？女人为什么不让评委叫醒男人？答案在哪里呀？因为他昨晚没睡好。因为男人他昨晚没睡好。嗯，还有吗？是不就是他这个他昨晚没睡好不让评委叫醒男人，就是他没睡好让他再睡一会儿是吧，他太累了。嗯，看第二个，男人为什么会睡着？他这么重要的场合要去电台录节目，人家这是一个电台节目，结果呢他睡着了，你说这是吧？他为什么会在那种那么正式的场合还会睡着呢？这不太累了呀？为什么累？在哪里呀？男人为什么会睡着呢？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因为半夜就在为他的妻子赶蚊子。半夜。半夜为他为妻子是吧，为老婆赶蚊子是吧。嗯，那还有呢，他其实也被蚊子叮醒了是吧。嗯，就说半夜被蚊子叮醒了，他自己叮醒了也怕老婆再被吵醒是吧，被他的这个声音吵醒，所以就一直在给他赶蚊子。嗯，好，这个你能理解吗？能理解老师。嗯，能理解老师。老师。嗯，好的好的。嗯，我们接着往下看。看，又到了填空。那根据刚刚老师读过一遍，同学们也都读过一遍，那我们看一下，来边读边填空。嗯，是什么到第三对？轮到第三对夫妻了。轮到第一对夫妻和对轮是吧？第一对夫妻和第二对夫妻，人家都说了，轮到他们了，轮到第三对夫妻了，是吧？嗯。却很长时间，对，见到同学，不耐烦是吧？这里填不耐烦，就走出来，半个就半个见第三对，竟然坐在门口，男人走在靠。上线那个男的，有的缺，你的伸出手指，做了个烧伤动作，然后用左手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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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意识的让丈夫的脑袋考知因为们看见的只是上面看见的上面写着别出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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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提起在后面说了一句话但是有时你是我们的填的其实就是我们要学的这个词汇。来，我们找人吧。谁想读一下这个词汇呢？刚刚填空填都非常好啊。谁要先来读一下呢？我试试老师。好的，朱美是吧？对。轮。坤不耐烦对好肩膀喊好喊声手指对歪歪扭扭哎这个读得非常好歪歪扭扭脑袋它是个轻声对轻声、啊、是吧脑袋脑袋女士叙述叙述好叙述哎对居然催等待文字半夜叮好老婆看他是不是也是没有声调的呀老婆是坡是送气的坡不是波坡是坡对坡老婆吵好非常好啊还有呢好那我叫了啊来于可读一下
好的，老师。嗯。轮，不耐烦，手，肩膀，寒，身，手指，歪歪扭扭，地，脑袋，无视，吃树，情感，吃树，叙述，居然，吹，等待，文字，半夜，丁，老婆，潮。非常好，来，薇拉。哦，不好意思，薇拉今天没来。小月。哦，薇拉来了是吧？来，薇拉读一下，先薇拉读一下。老师。好的。轮，不耐烦，靠，肩膀，寒，身，手指，歪歪扭扭，地，脑袋，女士，叙述，居然，催，等待，蚊子，半夜，叮，吵。非常好啊。好，来大碗读一下。轮，不耐烦，靠，肩膀，寒，身，手指，歪歪扭扭，地，脑袋，女士，叙述，居然，追，等待，蚊子，半夜，叮，老婆，吵。好，非常好。来，雷读一下，可以吗？不好意思，老师，雷刚刚去，因为他有一个开会。哦，有一个会是吧？好，没关系，老师可以试吗？可以，是。轮。对，轮是吧？不耐烦，靠，肩膀，寒，身，手指，歪歪扭扭，地，脑袋，是地，对，地，好，地，脑袋，女士，叙述，居然，推，等待，蚊子，半夜，叮，老婆，吵。吵，非常好。吵。来，美金。谢谢老师。好，不客气。美金，来读一下。轮，不耐烦，靠，肩膀，寒，身，口诀，歪歪扭扭，地，脑袋，女士，叙述，居然，追，等待，文字，半夜，听，老婆，好。老婆啊，好，非常好。来，约翰读一下。好，轮，不耐烦，靠，肩膀，寒，身，手指，歪歪扭扭，地，脑袋，女士，叙述，是
唏嘘叙叙述，叙叙述。它是西的音是吧？西瓜的西，然后西瓜的西，哦、它加了一个乌，叙叙叙，叙述。嗯，突然，嗯，吹，嗯，等待，嗯，文字，嗯，半夜，好，丁，老伯，嗯、吵，好，丁是吧？嗯，啊，好，来，嗯嗯。来，光山读一下。光山在吗？那慧莲读一下吧。慧莲在吗？嗯，在老师。轮不耐烦靠肩膀寒伸手指歪歪扭扭地脑袋女士叙述居然吹等待吹它是皮对对等待文字半夜丁老婆吵嗯，老婆，嗯，可以，可以，非常好啊，嗯，有叫小月吗？刚刚有叫小月吗？等一下，嗯嗯，好。哦，小月不在是吧？哦哦，不好意思。来。玉圆，玉圆读一下吧。玉圆在吗？在。嗯，好，读一下吧。轮。嗯。不耐烦，靠肩膀，喊，伸，手指，歪歪扭扭，地。脑袋女士叙述叙述预言是叙述叙 述嗯对对对嗯居然嗯对催等待它是一声看预言三十催是一声对吧嗯催等待嗯嗯文字半夜嗯丁嗯、老婆嗯吵嗯好非常好啊瑞修瑞修读了吗还没嗯好的来轮不耐烦靠肩膀喊伸手指手指对对对嗯手指歪歪扭扭地、嗯、脑袋女士叙述居然催等待蚊子半夜叮老婆吵嗯好现在是少斐没有读是吧少斐读了吗还没有老师啊不耐烦不耐烦靠不耐烦肩膀寒伸手指手指他都是三声手指哎对非常好歪歪扭扭嗯地脑袋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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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女嗯对居然
追等待追追吃吃发吃的音吃饭的那个追追嗯等待问字文字注意声调文字嗯半夜嗯丁嗯老婆老婆早嗯老婆吵是吵吃吵嗯嗯好非常好啊。安娜没有读是吧？安娜读了吗？的老师。嗯嗯好。轮不耐烦靠肩膀喊肩膀肩膀嗯嗯喊伸手指歪歪扭扭歪歪扭扭歪歪扭扭嗯地脑袋女士叔叔叙述叔叙叔叔是发西瓜的西的那个音西加个乌西乌叙叙述叙叙事叙他是他为什么是乌呀这里同学们是因为他见到鸡七西是要把两点去掉的他其实是那个吁的音吁一个乌上面加了两点吁是西吁叙叙叙述对叙述嗯居然缺等待嗯缺等待、嗯、好文字嗯半夜丁老婆吵哎好好啊我们现在是还有谁没有读呀泽成嗯我看哦泽成没来我还没有写哦好好哦群艺是吧啊好是我哎，我是不是我是不是都把你给忘了？嗯，等一下哦。哦，好好好，嗯、啊，好的， okay. 我记住了。嗯，轮不耐烦，靠肩膀，盘伸手指，歪歪扭扭。嗯，地脑袋女婿。叙述嗯居然嗯催嗯等待好蚊子半夜、嗯、叮老婆吵嗯吵嗯、啊、好吵我下次我以后就把你就把你加上我以前还以为你是只是来看我这个课讲的怎么样好的好的好嗯嗯这回应该都读完了吧读完了吗贤那个贤明好像没有读是吧啊是吧是的我还没读嗯嗯好没事贤明来读一下我哦哦还有贤明还慧芳是吧慧芳哦、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同学们。哦、啊，读吧读吧，先从贤明来开始读，因为人太多了，然后我这里没有记。嗯、啊，好，不好意思啊，那我们都读一下，这个词一定要掌握，在其他同学读的时候，在读的这位同学读的时候，其他同学也要思考他们的音发的对不对。跟自己的音有什么区别是吧嗯来好贤明读一下。轮不耐烦、嗯、靠肩膀喊伸手指歪歪扭扭地脑袋女士
世数居然催居然居然嗯对催等待嗯蚊子嗯半夜、嗯、叮劳波吵、嗯、哎这个贤明的他的轻声读得非常好，老婆蚊子还有这个脑袋都读得非常好，这三个。嗯，谢谢老师。好，还有嗯好不客气。还有慧芳是吗？是老师。嗯慧芳读一下。轮不耐烦靠肩膀、嗯喊伸手指地脑袋啊歪歪扭扭、哦、歪歪扭扭、这个、嗯嗯地脑袋女士女叙述女士嗯叙述嗯居然嗯催嗯等待蚊子嗯半夜叮老婆吵哎慧芳同学的轻声读的也非常好啊轻声这部分文字老婆脑袋是吧就是说他后边的一个音节他是没有声调的对吧我们就轻轻的读一下文字是吧这样嗯啊还有谁呢、我老师我还没读懂哦娜娜是吧不好意思、啊、好的轮不耐烦、嗯、靠肩膀喊伸手指歪歪扭扭地脑袋女士叙事居然归等待蚊子半夜叮老婆好啊非常好读得非常流利嗯好都没有什么大问题那我们就嗯还有人没有读吗还有哪位同学没有读好都读了的话我们就往下学这个词汇部分先学第一个词轮它是一个单字的是吧轮它就是说依次更替轮流轮着来你看课文里边是第一对夫妻和第二对夫妻都进去了然后又都出来了是不是轮到这个第三对夫妻再进去叙述他们的故事然后再出来呀但是第三对夫妻他没有进去本来其实是应该轮到他们了是吧比如这个中国有句话叫做风水轮流转风水轮流转这个风水啊它是指好运和不顺的就是说轮流转轮流轮着来换着来比如今年可能运气好一点明年运气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说风水轮流转可能就是说今年你家的情况比较好就是家里边人都非常健康工作也都很顺利是吧今年是你家可能是然后明年是我家就是说风水轮流转就是指的好运和不顺它是更替的其实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是一种风水轮流转呀不可能一直好也不可能一直差是吧记住这个谚语风水轮流转好我们造句就是用这个轮比如说是今天轮到你上台表演节目了是吧轮到谁干嘛干嘛轮流着来轮能造句吗同学们用这个轮
用这个依次更替。嗯，好，来造一个连方是吗？嗯嗯，对，嗯，今天是我生日，所以轮到我请我朋友吃饭。哎，对对，就是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轮到你来请大家吃饭。以前呢，可能是大家请你吃饭，是吧？就是说过生日的那个人就要请大家吃饭。哎，轮到谁了？就是谁请大家吃饭。嗯，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其他同学呢？还有吗？也可以在聊天里边写一下，也可以说一下，说的话会更快。嗯，那这个轮有问题吗？它就是指轮流的一个意思，是吧？轮到谁做某事，轮着来，是吧？嗯，那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不耐烦这个三个字是吧？不耐烦就是指厌烦，不能忍耐，就是说他和这个事情或者这个人已经很烦了，我们不能够忍耐了，就不耐烦。看看这个图，能猜出是什么意思吗？这个男人在等这个女人是吧？我们看看这个句子啊，他说夫妻俩人要出门，但是妻子一直在化妆，那丈夫呢是不是等得很不耐烦？哎呀，就是说化了很长时间了还没有化好，本来都要出门了，计划着要出门了，是不是一直在等，结果丈夫等得很不耐烦。这个能理解吗？你比如说理解是吧？那其他同学呢？可以理解老师。嗯嗯，好，理解老师。嗯，理解老师。看下一个词，肩膀，这个很简单。我们这个课文里边有很多人体部位，脑袋是吧？我们刚才读的肩膀也是一个。肩膀就是在这个部分是吧，这个部分的肩膀，看露出来的这一部分肩膀。好，我们下一个靠，这个是个，不好意思，靠是个重点的词，是个重点的字，它是个重点的字。好，听一下大家啊，靠它是有三个意思，大致。第一个，它作为动词，就是说常见格式是靠着、靠在，比如说靠着树、靠着墙。他很喜欢靠着墙站，因为他觉得站着很累，所以他就靠着墙，是吧？靠着、靠在，比如说靠在别人的身上。比如说靠在朋友肩膀上这样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把身体的部分重量让别人或物体撑着，别人比如是朋友啊、亲人啊，是人一类的是吧，那物体是比如墙啊、桌子呀，对吧，树啊。看这个图，她是这个女生是怎么样呀？靠在这个另外她的朋友的哪里？是靠在哪里呀？肩膀是不是我们刚刚肩膀是不是这个肩膀呀？是不是靠在她肩膀上？嗯嗯。那这个呢，
这位朋友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睡着了，靠在肩膀上。嗯，那他俩又同时靠在了哪里呀？树。同时靠着树，或者是靠在树上，对吧？靠着树，靠在树上。嗯，那这个呢？来看这幅图，这幅漫画图，它是一个成语故事，寓言故事，在中国里边，守株待兔，你们有了解过吗？守株待兔，我给大家写一下。哦，好，你们必须轮流值班。哎，对，少斐说的，对，轮流值班。我们排了很多时间的队了，可是还没有轮到我们。是很多时间吗？主委，是用什么量词来形容呀？我们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了，时间用长或者是短来形容啊。比如说是花费很多时间，你可以说是我们排队花费很多时间，是吧？排了就是说很长时间的队。好，好的，谢谢老师。嗯，不客气。是这个，是这是中国的一个寓言故事，这个图其实画的，它叫做守株待兔。我给大家讲一下吧，讲一个小故事啊，看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嗯，就是说在古代呀，在中国的古代，就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农民，他是种地的，干农活，农民 farmer， 他是干农活的，是种地的。然后有一天他在弄地的时候，就是在弄他的田地的时候，发现一只兔子撞在了旁边的一棵树上。是不是，哎，是不是这个小兔子撞在了一棵树上，结果这个兔子就被这个农民捡上了。当时呀，一只兔子它是可以吃好几顿的，所以他觉得赚到了，觉得非常不错这个事情。哎，兔子自己撞上来了，是不是很傻呀，觉得这个兔子。然后这个人呢，他就想着，哎，如果每天都有这么一只傻兔子撞在撞来，这个小故事能听吗？是我有点快，没太听懂是吧？这个守株待兔，你们可以回去自己查一下。每天就都会吃，可以吃一顿兔子肉，很想非常美，心里想非常美，一直在那个树底下靠着，想着兔子撞上树，偶然一次机会。第三次吗？所以这个人靠着
他还想着这个事情。啊，我们把这个号讲完了，第一动词形式，它是表示接近，是一种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位置上的接近。比如看这幅图，这个房子是不是靠着？有海风非常美丽的海的景色是吧，靠海这个来景呀，还有他这个小朋友，他这个小朋友，他是下楼梯靠比如这个男人靠的这个女人非常近，这个女人很不礼貌。如果与人我们交流的时候靠的非常近，就会给人一个非常不舒服的状态呀。要保持适当的去谈话，去讨论，不能靠得太近，对吧？靠得太近，接近，这个能理解吗？靠右走就是接近右边走，理解？我们往下，好，我们往下。好的，我们看，这是两个意思了，是吧？一个是靠着，靠在动词，一个是接近。好，我们看第三个，它是表示依靠。得益于凭借，就是说凭着另外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物品，让这个人或者是这个物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好的变化。看靠，我们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家里边我们可以依靠是吧，依靠父母的帮助，比如我们很小的时候，父母是不是要照顾我们，抚养我们长大，送我们去学校，是吧？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呢，就是说我们长大了，成人了，成年了，就要出去自己奋斗。哦，对，你不要靠别人做事情，要自己努力才对。好，是不是也要靠自己呀？出门靠朋友，就是说我们在成年了以后，就是离家远了以后，是不是可以依靠朋友的帮助？那之前就是靠父母的帮助，现在呢可以靠朋友的帮助。不要靠自己的了解，是不是不要单凭自己的了解就去判断一件事情呀？不要靠自己的了解判断事情，对吧？好啊，是不是在家要靠父母？还有呢，你在家的话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能不能一直靠父母，一直靠朋友吧？也是不行的，是吧？还要靠自己，有的时候呢靠人不如靠己，就是刚刚少斐说的，你不要靠别人做事情，要自己努力才对，是不是就是靠人不如靠己呀？还是要自己努力
当然也少不了朋友和父母的帮助，对吧？嗯，好，看这个，第三个，他的公司靠朋友的帮助，最终没有破产，是不是出门靠朋友，朋友帮助了他，公司才没有破产？看，这是他们的公司的一个运动会，增进感情的。看这个，他靠一张图片走红网络。现在这个互联网是不是很发达呀？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上网，然后呢，网络上呢有非常很多的，网红，叫网红是吧？看这张图片，看过吗？大家，他是不是靠一张图片走红了网络？就是很多人认识了他，就是凭借，是不是凭借这张图片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走红网络是吧？也是说得益于这张图片，这张图片给他带来的利益，就是说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他是吧？好，我们把这几道练习题练完就下课。完成句子或对话，快要到站了，你别用这个靠，用我们哪一个呀？什么不安全？你别什么不安全呀？快要到站了，是不是车快要到站了？是别靠在哪里呀？或者是怎么靠着呀？是不安全。来。来，大家都说一下啊，不说的要在聊天里边打出字来，让我看到。这个要会，这个靠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字，因为它有很多意思，它有三个意思呢。看大家能不能区分开，快要到站了，你别什么不安全，下个星期的考试你需要我帮忙吗？然后第二个人说什么呀？您好，请给我登机牌。登机牌是不是要坐飞机的票，相当于的票，登机牌。好的，什么靠这里的？老师，我可以回答吗？啊，可。第二个可以吗？嗯，好好，可以可以。下个星期的考试你需要我帮忙吗？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啊，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努力，对吧？啊，对对。嗯，好，非常好，非常好。啊，谢谢。嗯，还是要靠自己，对吧？嗯，不错啊。还有吗？我看了一下聊天里边有一个。啊，慧芳说，对，第一个是吧，别一直靠在别一直靠在门不安全，是别一直是用靠着还是用靠在呀？但是哪个是用靠着还是靠在呢？别一直靠着门还是别一直靠在门？应该是别一直靠着门，你可以说别一直靠在门上，因为门它还需要加一个词，字是上，门上，靠在门上，或者是靠着门，是吧？不好意思，摁错了。三，对，别一直靠着，啊，对，是靠着，是吧？好的，可不可以给我靠窗座位？啊，这个好，这个可以。靠窗座位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就是接近
窗户的位置，是我们的第二个意思，对吧？靠窗座位就是接近窗户的位置。嗯，好，这个好啊。那还有其他的吗？这个是自由发挥的，只要你是用靠这几个字的都可以。其他同学呢？快要到站了，你别靠着门，是吧？不安全。你别一直靠着门，不安全。下个星期的考试，你需要我帮忙吗？不需要了，啊，谢谢，不需要了。我想靠我自己的努力。或者呢？或者你可以说，当然需要，出门靠朋友，是吗？你们觉得好不好呀？这样，当然需要，出门靠朋友，不太好是吧？不能作弊，嗯。好，您好，请给我登机牌。好的，可以给我靠窗的位置吗？或者是可以给我一个靠过道的位置吗？可能有的人喜欢窗户，有的人喜欢过道，是吧？嗯，好，那我们就今天就先上到这里，可以吗？同学们，今天讲的有不会的吗？啊，我们学了这么多节课了，布置一点小练习啊。啊，把这个练习册的，哎呀，那听力。啊，好像还不能做。这个呢？啊，好像还不行，我们得讲完它才能一起做。那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可以吗，同学们？可以，老师。可以，老师。可以了。好的，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你们。啊，辛苦你们了。辛苦了。嗯，好。谢谢老师，老师你辛苦了。好的，好的。